八日晚间，一男子驾驶一部黑色休旅车，行经本辖大溪区界寿路与新兴街口时，偏离车道自撞安全岛，驾驶未留在现场等候警方处理，即自行下车离去。警方已通知车主到案说明，已厘清事发经过及肇事原因，并将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62条自当告发。该驾驶将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，并吊扣其驾驶执照。警方呼吁，如发生交通事故，应留至现场，并通知警方到场处理，切勿自行离去，以免受罚。